要出去了啊，出发了。不是，要干嘛？不是你来干嘛呀？我来干嘛？我就是来找你的。你不是带我们去玩吗？你不用来找我了，你赶紧去吧。我刚才听到你说你要来找我姐姐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怎么为什么不来我们家？你不是带我们去买衣服，带我们去玩吗？不是，今天有一件事情比这些事情都还要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知道吗？你就是说话不算数的那种人。你以后就不相信你说的话。不是，我跟你说。说什么？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知道吗？什么事情？你想知道吗？什么事情？你想知道吗？我想知道。我想知道。今天我要给你姐姐一个惊喜，但是你不要给她说。什么惊喜吗？你说出来。我要给她。什么？表白。不是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不要激动嘛，你，我都不激动，你激动什么嘛？我激动了吗？我没有吧。又不是跟你表白了，不是哦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凭什么跟我姐姐表白？你啥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嘛？我给你准备，我给你姐姐准备了东西，对吧？你准备什么东西啊？你能准备什么？你很厉害吗？我给你准备，姐姐准备了东西，但是你不要在这里啊！不，真的是哦，他奶奶的，我要气死了！说出来一个个急嘛，你不要跟着我，哎呀，烦死了！哦，阿伟哥，哎，伟哥，听你说不要跟着我。我就跟着你，怎么了嘛？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你答应我好不好？我凭什么答应你啊？我从来没有求过人。哦、我今天算是求你了啊！你不要一直这样缠着我，等一下你把我事情都搞乱。我今天好看吧？不是你好不好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哦？你是吃一不吃软是吧？不要废话，不要跟我废话，我不想跟你说。还说带我们去玩，还是带我去买衣服呢？亲一口，叔叔阿姨们叫我跟你亲一口，我的天哪，我跟他亲一口啊！你们让我真的是哦，我跟他亲一口，怎么可能嘛？永远都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我也不可能，你以为你谁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以为你觉得很帅吗？哦，嗯，嘿嘿。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我把我的衣服白衣服给弄脏了。哦呦，我嫌脏。哦呦，行吧，那你走吧。我们两个，我觉得不要来互相打扰了啊。哦，我就来打扰你，怎么的？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了，好吧？我也不想看到你。我给你惊喜，你不要，是你自己不要的啊。从我们家消失 ，OK。是你自己不要的，我给你惊喜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不是我不给你的啊！你不要觉得，你不要怪我，好吧？是你不要的啊！你想知道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吗？想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想不想知道吗？不想知道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，你看，看嘛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，还有一个小的。想不想要嘛？不想要。我天哪，这大的也不想要，小的也不想要，那你想要什么嘛？阿伯谁稀罕啊？以后我有的是这个，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那吹牛一还想用这个来砸我是吧？还想用这个来打发我，没毛。那没办法了，那吃硬不吃软是吧？那没办法了。我要去我们家。你让开我要去。让开。不行，差不多就行了啊！不阿姨，不行，不是这大晚上了，我赶时间。你赶什么时间啊？你去我们家也赶时间，哈，笑死人了！不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说我什么意思啊？不，你让开，来，我不让，不让，你让开，我生气了，等一下。不，你生气就生气吧。我很着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你着什么急啊？你着什么急？你着急的话，你为什么早点不来啊？你等一下，我的后备箱那啥东西，等一下验了啊、哦。啊，不，算了吧。让开。
我跟你说我生气了。啊不，生气就生气吧，谁怕谁呀、啊？我怕你呀、啊，哼。不是我给你惊喜，你也不要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说我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不让我去找你姐姐是什么意思吗？啊不，我为什么让你去找我姐姐啊？你这太过分了啊！过分的人是你啊，不要说我过分。他喜欢你，他喜欢我，我的天哪，亲一口！啊、不，谁会喜欢你啊？我给他亲一口啊！长这个逼样子！呸！我的操！天哪！我都气的气饱了，还喜欢他？呸！居然说这种话！啊不，让开！我还嫌弃你嘞，你还嫌弃我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让开好吧？哼，我就不让，让我就不让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什么意思、啊？差不多行了啊。我就这样子怎么的？你能帮我？我现在是好好的跟你说的哦。这样，我也是好好的跟你说的。我现在是好好的跟你说的，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哦。哎呀呀呀呀！谁会尊重你啊？你那个吧，你先忙吧啊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啥意思啊？叔叔阿姨哥哥急呗。我就不让你去找我姐姐，我就不让你去表白我姐姐。不让开，哎呀。我不让。烦死了。不让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哦？我就这样子。你会后悔的，你这样做。你也会后悔的，哼。我要疯了。让开，不要站在这里。我就站在这里。你过开一点嘛，过去一点嘛。啊不不不，我为什么要过开？我想坐哪里就坐哪里，我想站哪里就坐哪里。哎呀，烦死了。站哪里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该怎么办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该怎么办？你们给我一个建议好不好？你们给我一个建议好不好？你们觉得该怎么了？哎，给阿伟点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？给阿伟点一波正能量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给阿伟点一波正能量，然后4000多个人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哦，点点赞，然后打那怎么可能打一个小姑娘？这是，你还敢打我？我一巴掌拍死你！我给他惊喜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我给他惊喜，他不要的嘛。什么惊喜啊？你能给我什么惊喜啊？你说出来呀。有很多，反正啊不不不，算了吧，嗯。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先听我说好吧。说什么？你说我给你准备了红包，然后我也给你姐姐准备了很多表白的现场。我不要红包，知道吧？很抱歉，我今天准备了一天了。我不要红包，我不想让你凭什么跟我姐姐表白啊？不是你，哎，我带你去看嘛，走，我先给你看，好吧？我不想看啊。走，我带你去看，我带你去。我不想看。不是。我先给你看嘛，我不想看。这东西是给你姐姐准备的，如果凭什么不给我准备？你什么意思嘛？给你准备啥呀？你不是给我准备惊喜吗？惊喜是给你准备，惊喜是给你红包呀。我不想要。那我跟你表白啊！你天哪，你真的是疯了吧你？我也没说呀，天哪，你在想什么？那我跟你姐姐想多了吧？我跟你姐姐表白的是这表情，不要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我就这么夸张，怎么的？那太夸张了，等一下那叔叔阿姨们搂你哦，等一下。算了吧，你这个来感谢点赞，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给阿伟点点赞好吧，给阿伟点到30万好吧，给阿伟点点赞来。阿紫生气了是吧？哎，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准备了，现在这个我不想要啊、不是，我不想要，不要用这个来打发我。哪个？这个。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不是你不是喜欢买吃的、买衣服吗？我不想要。那红包里面啥都买得到了，那你不是带我们去玩吗？你什么意思呢？我给你准备的红包里面，你买10套衣服都够了。哦，我不想要，哼，买10套衣服都够了，知道吗？我不要，我都说我不要。鸡酒不吃吃罚酒了，那你这个人，哼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今天晚上变了哦。我变了什么？那这样子。我先打把车后备箱打开，把这个给你表白的，给你姐姐表白的这个惊喜给你看一下，好吧？然后你就让我去，好吧？走，来，让我去看。我带你去看，走。我不看了。走。我不看。走嘛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然后你再不让我去都可以，好吧？不想看，我不想看。哼。
那我今天花了一天时间准备的东西，你说不看就不看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那你让我去找你姐姐好不好？关我屌事！哼，你这太过分了哦！哼，过分的人是你阿伟。那这样子，那我先不给你姐姐表白好吧？哼，不行，我先去找她玩一下。啊，不行，我先去找她玩一下，跟她聊聊天好不好？玩聊什么天啊？就正常的聊聊天，我不先不跟她表白嘛，好不好？骗我的。我不骗你好不好？那好吧，我们两个就去找你姐姐，我先不跟她表白好吧？所以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玩呀？哎呀，你先走，先不要说那个玩不玩，你就知道玩，给你准备红包，我先给你看一下吧，给你看一下吧，啊，看不看？看不看？我不看，我不看。看一下嘛。我不看，我打开给你看一下。啊，你能有什么？我不想看。你是真不希望我跟你一起表白吗？对。真的，嗯，是真不希望是吧？对 对。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啊！谁会喜欢你？操！那你不让我跟你姐姐表白，那是啥意思吧你？不，我不让就不让，因为她是我姐姐。那你想把我留着，自己要吗？你自己要啊。不是你姐姐啊，你留着干嘛？表白呀，对不对？我跟别人表白是吧？嗯。那我跟谁表白呢？你想跟谁表白就跟谁表白。给你。跟别人。给你表白。啊，哦，不，谁会？我没有啊，哦，没有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走，我不想跟你废话了。我去哪里？走。你 去找你姐姐。去找我姐姐干嘛？我先不跟她表白，我找她玩，好吧？不行，不要去我们家。你就是想去跟她表白。什么表白不表白的？我不表白，我就找他玩。去我们家里。让开啊！等一下，我一皮桃跟你开欧了。不要拉我啊！拉我！阿伟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。要去我们家？哼！我不会让你。你姐姐在哪里？我不会让你去我们家的，不要来我们家，烦死了。让开。不让。我生气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你怎么进去啊！让开，我不开，让开，哼，就是不开。我就跟你姐姐聊一下天好不好？我不说其他的，你说的啊。啊，我就跟她聊一天，我不跟她表白。哼。啊，阿紫，阿紫。阿紫，你干嘛？哎，不是阿紫，我累死了，给我去倒杯水。哎，嘿，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嘛？你说我什么意思嘛？阿哥进来坐。好，嗯。还是你继续，你继续。你跟妹妹聊天，就你进来坐。不是我，你让一下嘛，好不好？阿紫她不让我来呀，啊！不要老是打人家伟哥，好不好？你干嘛嘛你？我怎么了嘛？我就这样子怎么的？什么意思嘛？你干嘛老是打人家嘛？没事，你让一下我跟你姐姐聊一下，好不好？让开！哎呀，我也是无语了，真的是，你想把我气？让开好不好？你让开！哼，我不让。那咋，伟哥，我们走。不是。他什么意思嘛？这，你想当那个什么？这么你想当100万灯泡还是200万灯泡？啊，200万？我想当500万？不想当100万？1000万吗？好哟，人家说的是瓦，好不好？100万、1000万啊！不，100万、1000万。让我哥进来坐好不好？不会说，你让一下嘛！真的是，连灯泡那个瓦那个字都不认识。啊！不！你这什么文凭啊？让开，来，再废话我就一皮草跟你开欧了。你这什么文凭？叔叔还给什么天哪？哎呀！叔叔还给个急吗？来，5000多个人给阿伟点赞，好吧？来，让开，阿姨。5000多个人还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啊！
还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，然后给阿伟点点赞，好吗？给阿伟点点赞。我来都来了，我该说的肯定要说的，对吧？我不管他妹妹了，不管那么多了。现在做吧，伟哥。好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什么不管妹妹什么什么？不是不是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能不能好好的坐着？你能不能让阿伟哥进来坐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能不能让阿伟哥进来坐先？不要吵你几句。你干嘛老是打人家吗？我打了就怎么了嘛？你能把我怎么样嘛？来来来，你打呀，你打。你打呀！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不能打我，真的现在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啊！不不不，可笑！你这怎么，不是前两天都越来越可爱了，怎么又变得越来越坏了呢？你说呢？不是你讨厌我又干不掉我啊！不不不，我不是干不掉，也不是讨厌你，知道吗？你做我妹妹，你不要这样子对阿伟哥好不好？你先我就这么对他的，怎么了嘛？好了，你不要吵。你先让他进来坐嘛，好不好？你先让他进来坐，让阿伟哥哥进来坐嘛。恶心。哎，不是那个，我就